们交易乡公所，我们乡长非常重视这个我们传统的技艺。宜兰染前理事长萧习兴表示，希望交溪乡公所能把这个蓝染的技艺永远流传。今天是宜兰染工坊特别的日子，乡长特别盛装出席。乡长表示，我们最主要保存传统文化及传统的工艺。今天是宜兰染工坊成果展的日子。宜兰染工坊的教学活动成立在106年8月，是由前乡长林习忠支持推展的。有宜兰染工坊的体验和培力教学的相关课程，让宜兰染能够在礁溪持续发光发热，也有种子教师的培育。目前礁溪也朝向温泉胜地、接轨国际的指标迈进。为了推展礁溪观光的行销，致力于礁溪更多的观光文创产业，我们天然染的人才培育已经获得大众的肯定。未来公所也会持续结合优质的产业来行销礁溪，以力带动整个观光人潮和礁溪整个产业的结合。乡长非常重视这个我们传统的技艺，所以呢，这两年以来呢，一直在我们地方推广跟扎根哦。所以今天的作品，就是说层次上已经慢慢往上提升了。当然，这个归功我们这个庄老师，谢谢你领导欧然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习业礼习老师，哎对。环保的议题跟永续哈，这时候我都很希望这些长辈可以来学习。我家秀丽以上的秀丽姐，应该是有种美工都比较快乐的。谢谢大家，谢谢。一个相关的课程，那两年度，那我们乡公所利用协会哈来结合举办我们的宜兰染服装打板，还有花叶泥印种子讲师的一个培育课程。那为了培长。我们教溪的官方的一个行销，致力于更多的在地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产业。那我们教溪天然染基地的一个培育成果，那目前已经获得我们所有大众的一个肯定。那未来公所仍然会持续结合我们优质的产业，我们来行销教溪。早期在日据时代，我们的蓝染是最大，我们是县政府最大的出口的收入。那我们在短短这几年，经过文化局一直的推广，到现在跟乡长的支持，让我们在蓝染这个部分呢越来的越进步。希望我们能够开发更多有相关于我们宜兰的商品。谢谢大家。我们的作品是做新建筑，我们一面分雕像有很多片、三十片的新版，一个一个接起来，所以那个接板的功夫是一个大考验。所以这次呢，为了我们的高手，每一个都做得好漂亮。去或许也有机会把我们原来的四方园区，所以在想要借由这样子的四方园区的概念，然后表现一下宜兰的遗址。那想。可能我的研究有半年大都有很多那个小的染的人才培育已经获得大众的肯定，未来公所也会持续结合优质的产业来行销礁溪，以力带动整个观光人潮和礁溪整个产业的结合。